我是有三次深入到美国的原住民的部落地区，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基本上被驱赶了，放到哪儿去了？把他们放到了亚利桑那的那个戈壁那种比较贫瘠的地方，让他们在那儿自生自灭。现在呢，当然这些人还是保留他们自己的文化、自己的历史，他们是口述的那种传承。那我接触他们当地的这些本土的原住民的这些人啊，尤其是其中的学者，那他们会告诉你谁是主人。他们到现在为止，当年西方人来的时候跟他们达成的交易条件是什么？那直到二战之前，他们仍然被认为还是一个国家。二战战争导致剥夺了他们的权利，这些就是说起来就非常复杂。如果我们看美洲原住民的消失过程，被西方人说成是玛雅之谜啊、阿斯泰克之谜啊、印加之谜啊，其实都不是谜。对西方人来说，因为他不愿意正视自己的血腥的罪恶的屠杀的历史，所以他说这是谜。但是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同样属于原住民的人来说，我们有必要跟着说是谜吗？